城市烈火也摇晃，难怪就不再是那么白，前程不管可否感受一盏梦，认真地往，全心去往，更好玩。有你就算输，也就有赢。除了力气，当然也讲明。明明当初贪玩，怎么想搏命？何必勉强？何必太惊？快听听。还算可以胜过别人，多一差老教训。Thank you.